是的。啊？你刚刚干嘛？啊？你刚刚干嘛？啊？弹在我怀里。啊？你刚刚干嘛吐痰？啊？你刚刚干嘛吐痰在我怀里？啊？下一首歌，当你躺在我怀中。等我唱完歌，你就不会觉得我帅啊。那个就是，那个认识我都知道我很搞维，所以我想说一段话，就是胖胖，就是好，我觉得我希望你们留到最后，因为我有准备一首歌的相底相谱，然后我知道这些话对胖胖的话，我想等到最后一首歌再讲。然后我觉得就是。唱歌不好听的人啊，永远都不敢拿麦克风。可是我想用唱歌，就算我唱的难听，我想唱出我的真心。有人跟我说，有人跟我说，走音也是一种转音。可是我觉得我好会转音啊。然后这首歌其实要送给一个女生，然后一个不管她今天有没有来，可是我还是帮她留了一个位置。然后那个位置贴了一张海报，然后我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，因为我只跟小杨说这个位置一定要帮我留。然后我其实我也很想他坐在那个位置听我唱完这首歌，然后这首歌送给我女朋友的。是，我很怕唱完女朋友跟人家跑。这首歌叫《当我躺在你怀中》，然后。如果走音的话就轰我吧。当我躺在你的怀中，全世界剩下你和我，当烛光照亮的黑夜是一种幸福，你不要给我太多承诺，爱你的人别太沉重，爱情不爱就是轻松，是一种享受。你爱我，我爱你就足够，别想太多。躺在你的怀里，我的心全部都是你，不要天亮，不要离开，不要再见。我多么的爱你，我多么依赖你的爱，我只想永远陪着你，我只想你能保护我。躺在你的怀里，我的心全部都是你，不要天亮，不要离开，不要再见。我多么的爱你，我多么依赖你的爱，我只想永远陪着你，我只想你能保护我。当我躺在你的怀中，全世界剩下你和我，
就是轻松，是一种享受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就足够。别想太多。只想你能，你能保护我。